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终于来讲 Victoria Beckham Beauty。其实呢，在2019年 VB 新出这个它的彩妆和肤线的时候呢，我就买了那么几样，给大家潦草的讲了一下。现在在看之前那个视频，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这次呢，再加上有一些新品后来又买的，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我手上有的，并且详细使用过的一些彩妆单品。他们家也有护肤线，护肤比较少。首先呢，是主打科技硬核的，是跟那个 Oxy Butter 它的那个联合出的那个serum 精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叫什么 moisturizing primer，就是估计是可以当做面霜来使用的吧，主打 clean beauty 和初抗老的。所以 VB 家的这个风格呢是非常统一的，跟他个人的风格也非常的像。他们家的护肤品我都没有买过，目前一个呢价位比较高，再一个我手上实在是护肤品太多了，我想要等到我护肤品用的差不多了之后呢，再买他们家的护肤线来使用一下。好，那我们就从彩妆开始说吧。马上开始。首先呢，先从眼部的彩妆开始。哦，对了，你只要在他们家网上买东西呢，他都会给你送这么一个化妆包，就是一个帆布的这种化妆包，然后是这样，旁边带一个这个丝带，你可以把它箍紧，然后就是这样子。我这个化妆包我还经常用的，因为买了他们家不少东西嘛，所以每次 shipment 过来之后都会有这么一个化妆包。我其实平时出门出差呀之类的也经常用这个化妆包的。今天也就用这个化妆包来给大家讲一样一样往外拿。好，首先来讲眼部的产品，那首先就来讲这个眼影盘吧。眼影盘他们家呢出了那么几盘，就是色调非常的经典，没有那种非常夸张的色调，有大地色眼影，然后有冷调的白黑色眼影，然后有红棕色暖调的，然后还有非常那个 tricky 的一个蓝调的一个眼影盘，后来又出了一个金色的眼影盘。所以像我这样传统的大地色女孩，我一定要买它传统的色调吧。首先呢，我第一个买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最早出的一批里面的一个盘子，叫做 Signature。他们家首先这个盘子，你看就是名片，欧式名片的那个大小，然后非常的便携，非常的轻薄。你有时候甚至就是如果你有补妆的习惯的话，你都可以把它直接放到你的随身的化妆包里。我觉得这样轻便小巧，同时又非常的高贵美观的眼影盒的包装呢，已经不多见了啊。然后你看打开之后，里面有一个镜子，然后就是四个颜色，四个颜色呢也是那个中间没有隔板的，然后就是一码的这么印下来的，然后每一个颜色呢都是有它不同的大小，因为你看这种打底色毕竟是用的要多一些，然后这种主题色用的也相对多一点，给你格就大一些，然后像这什么加深色或者眼线色呢，就是稍微小一些，然后所以总体感觉就是有很多心思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眼影盘里。给大家刷色吧，这盘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盘大地色眼影，然后它总体的色调就是很中性，它不偏冷也不偏暖，这种非常非常的少见。然后因为一般的大地色大部分都是偏暖调的，如果一旦偏冷调的就非常非常的冷，但是这一盘就是很中性，所以我非常的喜欢。今天眼睛上呢用的也是它非常高级的一盘，因为它说它高级呢，是因为你看乍一看都是雾面色对吧，但它里面有那种非常微小的细的 glitter，所以这个 glitter 呢，就是你这样肉眼看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你放在眼睛之后呢，几乎是看不到 glitter，画出来就是一个雾面的眼妆。如果你是用那种高清的摄像头，什么 4K 的，或者是做 HD 的那种，什么封面拍照的，我想说或许可以看到一点点 glitter 吧，但是就我这种摄像头的质量，或者是你就平时化妆的这个层次呢，你就基本上就是一个雾面的眼影盘。好，给大家刷色，它的粉质呢就是干干的，然后因为它是 clean beauty，所以它这就是里面有很多粘合剂什么就不加嘛，所以就是用起来干干的，有那么一点点小飞粉，但是飞粉的程度呢并不严重，然后就是颜色由浅到深给大家刷，这样子。你看最后这两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其实是它的这个颜色，就是不是最深的那个颜色，然后最深的这个颜色你看画出来其实饱和度不是非常的高的，然后你如果把它当做眼线呐什么之类的使用都非常好看，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正的
就是中性色的大地色眼影盘，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也是它所有的眼影产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盘，没有办法，就是跳不出大地色的手掌心。再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非常有 VB 风格的一盘，它本身化妆就是这样子，简单，然后简约，但是不简单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一盘我非常的喜欢。好，另外一盘眼影盘呢，其实是他大概去年他的那个他自己的成衣品牌走秀的时候他出的这么一盘，里面就全部都是，就是 satin finish 有光泽度了。这一盘呢，我觉得跟 Tom Ford 的那个有一盘比较像，我忘记名字了。之前好像跟姑娘们提到过，这盘没有一个雾面色，全部都是同样的质地，全部都是带 satin finish 带亮片的。然后这一盘的风格呢，就是如果你是那种特别肿眼泡的姑娘，我就不建议你去使用了，因为你看这种颜色呀，你看它看起来是白色，但其实我给你刷色一会儿，你就看出来它其实是有偏金色在里面的，所有的颜色里面都是偏金，然后偏亮的。你这样的颜色，如果你很肿眼泡的话，的确不太适合。但是你如果是仙女的大眼睛什么，就无论怎么画都适合。你如果一定需要雾面打底色的话呢，这一盘是要跟其他盘配合使用的，单独这一盘的话不太够。好，那给大家刷色吧。首先看这个，就是白色，米白色看起来啊，但是一刷色你就看到它的妙处。你看，它其实是偏金的这么一个米白色，而且这一盘的飞粉程度呢就明显好很多，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雾面的盘子，所以它里面就是不怎么飞粉。好，接下来刷这个比较浅的金色，这个金色呢比较像14K 金，就是不是特别的金黄，但是又很好看，涂在我们亚洲人脸上就刚刚好。你知道有一些金色的那个颜色呀，涂在深肤色上好看，涂在我们这种黄色 undertone 的皮肤上呢，就显得有一些特别土，特别的更凸显你的黄调。但是这个金色它就不会，所以我就非常喜欢。好，接下来刷这个金铜色比较偏 bronze 的这么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呢就相对深一些了，但同时也没有深到，就是那个 copper 铜的颜色也没有深到，就是说让你的肤色看起来不够好，所以我觉得它的调色其实是蛮有功力的啊。最后刷这个深色的这个棕色，这个颜色就有一些微微的偏紫调，但是就是一个还是比较正的一个棕色吧，所以就是。这样看的话，有一点点偏紫，那么一咪咪，但是非常的不明显。所以这盘其实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配色，非常适合亚洲人，对，也是非常通勤、非常大地色系的这么一个眼影。好，这是两个眼影盘给大家讲完了，眼影盘我都非常喜欢，从包装到内容物到它的实用程度，我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好，这也算是 VB 家我最喜欢的，眼影的东西了。好，接下来说一根眼线笔吧。他们家的眼线笔呢，全是那种 Kajal Liner，就是那种容易晕开的，然后就是比较胶状的那种眼线笔。他们家的眼线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着色，就是那个饱和度非常的高，质地也非常的软。它那个眼线笔是分两头的，也是那种非常传统的，一看到就想到什么八九十年代的那种。就是什么后面要带一个小小的海绵头，就给你就晕染。我记得就是刚开始化妆，就是20出头的时候，这得是10年前了。买那个药妆的什么 Neutrogena 那种眼线笔啊，美宝莲的眼线笔，后面都带一个海绵头，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太有人这样做了。然后 VB 又出了这个，说明他还是比较钟情于自己之前喜欢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他前面的这个眼线笔的头，给大家刷一下色吧。我们刷在哪儿呢？刷在这儿吧。我就给大家刷这么一道，你看一下。你看它的饱和度就非常的高，膏体非常的软糯。你这样划一下之后，你就能看出来这儿有一面变扁平了，就说明它的膏体非常的软糯。它给你一定的时间，有那么大概10几20秒的时间，你是可以就是。用它后面这海绵头给你晕开的，晕开之后呢，其实基本上一个这个小小的简单的烟熏妆就化成了。你看，晕开之后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就真的想要简单的化妆的话，你就把它
眼线画一条，然后后面给你稍微晕一晕，把那个眼线 smudge 开呢，其实一个眼妆也就够了。所以我出门的时候非常喜欢带着眼线笔啊，因为就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 smudge 开之后，或者是你过个十几20秒钟之后，它就定住了，不会再动了，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这种眼线笔呢，就是做 gel liner 做的好的已经有非常多了，包括 Bobbi Brown 什么之类，我也非常喜欢。但是这种有一点点复古感，但同时又符合当代化妆潮流的，然后又可以给你很简单就画一个眼妆的，我就非常喜欢。我觉得市面上很少有这样的产品。所以它这个眼线笔呢，也有很多颜色，有那么四五个颜色吧。我最喜欢的颜色叫做 Coco，Cocoa，就是这种棕色的。像我这种化妆的习惯呢，也不想买其他的颜色了，我觉得这一个颜色就够了。所以这个眼线笔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眼线笔经常的断货，我去年是等到它9月份的时候补货才买到的，所以反正现在可能不经常断货了吧，但是之前刚出的时候，大家一哄而上，这个颜色是抢的最多的。好，这是它这个棕色的眼线笔说完了，接下来说另外一些眼睛上的彩妆，就是单个的这个小 pod。这个小 pod 呢，我每一个颜色都非常喜欢，我觉得颜色好像都收集齐了吧，只有一个黑色的我是没有买的，所以其他的颜色我在这里都有了，总共是一二三四五个，它一共六个颜色，我买了五个，所以我觉得这个 pod 我还是蛮有，就是可以给大家讲的。首先呢，它这个质地非常的有意思，它的质地呢就是全是这种湿湿糯糯的质地，你用刷子上也可以，用手上也可以，当然用手的话就更服帖。它的光泽度是非常非常闪的，就是非常亮，而且它的服帖度非常的好。如尤其你是用手上的话，就贴在你眼皮上不会动的。当然，如果你只用这一个眼影产品，你要加一点打底，不然的话你像我这种双眼皮褶下来一天呢，它还是会脱妆的，所以我就加个打底产品。这也是每一个 pod 都是可以自成眼妆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它每一个颜色里面呢都有什么宝石的成分，有 gemstone 那种成分，就给你不同的那种叫什么，就是比较神乎的那种，就是 vibe，对吧？就是比如说有什么tiger eyes，就是给你一个什么力量啊，什么那种的，会有什么红宝石的成分。Anyway，就是水晶什么那一套的，我不太研究，也不太讲究那些。但总体来说，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美丽的。这里给大家统一刷个色吧。首先他们家你看包装也都是这种琥珀的这种包装，然后就非常的漂亮，然后都是玻璃的，所以重重的也很有质感。首先来说，我们就从浅到深吧，也不从这个产品的新旧程度来说了，从浅到深，最浅的一个颜色呢叫做 blonde，这个颜色呢，哎，很妙哎。首先这个颜色你看上去 pot 里面是白色的，对吧？然后我们刷色来看。你看，其实刷开之后是一个金色的，非常非常的亮。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当做眼头的这个提亮啊，因为我没有那个眼头提亮这个化妆习惯，就偶尔时候画一画。所以这个颜色呢，我基本上是用在眼睛的中间当做提亮的，bling bling，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也是我觉得，不多见的这么一个，首先是带有偏光性质，能看到偏光吗？对，这样可以看得出来是偏金色的，然后又有那种泛着荧光的，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好，这是其一，第一个颜色叫做 blonde，第二个比它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叫做 honey，这是它去年秋冬的时候出的一个新的颜色，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非常适合我们这样的肤色。你看我已经用下去挺多的，就是我老用手压的，所以压的比较实。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妙。它的底色其实是有一点点棕色的，有一点点微微的粉棕色，但是上面又是这种比较偏金的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呢是偏暖的。然后你说它是那种很强的蜂蜜的味道吗？也没有，就是有那么一点微微的蜂蜜的味道，蜂蜜的感觉，所以是那种棕棕的，又加上黄色，又加上 silver 那种颜色，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颜色，太妙了。对，honey，
非常的好看。好，接下来是叫做 Tea Rose 啊，这个颜色不得了，姑娘们，这是我2020年的彩妆爱用最爱之一吧？这个一定是有的，肯定有的，我都忘了，但是一定是有的。这个颜色我太喜欢了，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VB 加彩妆的那种 simple but sophisticated 那种颜色。你看，它是这种偏 rosy 的颜色，但是又不偏冷，然后也不是暖的一个颜色，就是非常中性的这么一个色调，也是底色是红紫，就是粉紫色这个色调，因为它后面又后劲儿又有一点点棕色，然后它上面的 topper 这个 glitter 呢又是银色，加上一些紫色的 glitter 在里面，就非常的好看，这个颜色上眼睛太好看了，非常的妙，不管是单用也好，或者是跟其他眼影叠加也好，我今天就叠在我的眼睛上，首先用的那个 signature 这一盘啊，signature 这个眼影四色盘，对，用了它，四个颜色都用了，然后又叠加了这个 T Rose 在上面，我非常的喜欢这样的妆效，所以这个 T Rose 这个颜色不得了，这应该说是这个 pot 五个颜色里面我最最喜欢的 T Rose。好，这是它。接下来刷的呢，就是这个比较稍微普通的一个棕色了，叫做 Mink，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首先，它的饱和度非常的高，所以你随便那么一画眼妆就好了。再一个，它的那个光泽感我太喜欢了，你看，你看，饱和度高又有很好的光泽感，上面那个 glitter 呢是银色加蓝色的那个 glitter，所以又给你一点点神秘的颜色，神秘的气质在里面。你看，泛着蓝白光的一个棕色，所以因为它有一点点蓝白光在上面浮着呢，所以它稍微有一点点偏冷，但是因为底色棕色呢又是偏暖的一个颜色，所以出现的呈现的眼影的效果又是比较偏中性的，所以就是暖冷，似乎都有那么一点，但同时又非常美，对，所以这个颜色就是偏华丽。偏华丽挂的一个棕色了，好，最后一个颜色，那真的就是像李佳琦说的，给眼睛穿礼服的颜色，是它这个蓝色，叫做 Midnight 宝石蓝，哇，不得了，姑娘们，这个颜色太好看了，我没有这样的颜色，这是唯一的一颗不可复制的给眼睛穿礼服的一个 Royal Blue 的颜色，刷在这里给大家看，你看。太美了，对吗？每次一涂上这个颜色，我觉得我可以去晚宴了，就是高级的晚宴，就这样出门没有关系了。穿一个蓝色的礼服，再穿一个蓝色的眼影在眼上，就是不得了，非常非常的高贵。这个颜色我真的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眼影，不管是单色的还是眼影盘，跟它相媲美的一颗蓝色的。然后你看这个光泽，呜，太好看了！你看五个颜色，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哈。就给大家吹到这里了，我觉得这个单色的眼影的小泡的算是 VB 加的眼影的，或者是甚至彩妆的亮点。好，这是它，接下来就全部是唇部的产品了。首先讲不喜欢的吧，然后再说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叫 Bitten Lipton，之前断舍离扔掉了一根，结果又翻出来了一根，还没有开包装的，这里给大家就现场开封啊，真的就是它第一个出的颜色，叫做。Bisou，首先呢，它这个包装很美，你看也是统一的 turquoise 的包装。然后我觉得这个包装非常贵气，玻璃瓶应该没有比 VB 加这个就是什么 serum 也好，不管是唇彩也好，更贵气的包装了，是远远超过什么 pad 加这种华丽的包装了，玻璃瓶的。而且它前面这个 doe foot 还没打开，比较难开啊。前面这个 doe foot 我也非常的喜欢，你看是小小的一支，然后涂嘴唇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方便。缺点就是，首先呢，这个产品它是叫做 lip serum，是给你嘴上上 serum 这个感觉的，你就知道它肯定饱和度不高，对吧？你看，看这个 doe foot 的时候，你感觉是一个紫红色的，画出来呢就是一个棕紫红色，说不上来这个颜色，很像那个红酒，涂在嘴上很像这个红酒渍留在你嘴上的颜色。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它是一个 serum 的质地，它的染唇的程度是有限的。然后给你染了唇之后呢，它比如说你就说话呀、喝水呀，不管是任何时候，那个
红酒渍会停留在你的嘴唇上，然后会给你肌腺，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看的一点，而且它的滋润程度也不够，也不是像护唇膏一样，涂在嘴唇上你就不用涂什么其他的护唇产品了，它就还是那种半干不干的，一下也就干了，没有什么滋润程度的。你如果想滋润的，你得老涂，老涂呢，这个颜色就越来越深，就像你喝越来越多的红酒，在你嘴唇上停留那个颜色，而且这个颜色非常的老气，非常的深，不好看。所以这个产品我买了两个，之前断舍离扔了一个，其实这个没扔的呢，还在包装里的，本来是打算送给朋友的，作为生日礼物的。但是后来我实在我太不喜欢这个产品了，我想说，算了，我不能送给我的闺蜜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产品，她应该也不会喜欢，所以这个就闲置了。那下次断舍离一定要扔掉了，太可惜了，非常的不喜欢这个产品啊。好，接下来说喜欢的了，就是这么四根唇膏。它这个唇膏呢是去年秋冬出的，刚出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刷色，我想说啊，太不适合亚洲人了，这些颜色，果断不要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因为太喜欢 VB 了，那就买了，挑了四个颜色。它这个唇膏呢，它那个色阶是非常明显的，冷色调和暖色调。我买了2支冷色和2支暖色，没想到我全部都非常的喜欢。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冷色调吧。冷色调呢是这2支，叫做 Sway 和 Pose。Sway 这个颜色应该是我2020年的爱用之一吧，给大家刷色，这个颜色就是你看是这种偏冷调的粉紫色，我没有任何一支这样的颜色我喜欢的，凡是不同的品牌，只要是这样的颜色涂在我嘴上，一律就是显得脸很黄，然后不好看。但是这个颜色，哎，没想到一下非常的提气，就是这个调色很奇怪，就很妙，哎，我就说不上来它到底妙在哪里，因为我对颜色的认知和感知程度可能还是不够吧，我的悟性不够高。但这个颜色真的就是像暖黄皮，闭眼就是闭眼买，因为它是给你好看的。如果你是偏冷调的皮肤，那就更没问题了，你涂这个冷调的口红一定好看。另外再说一下他们家这个口红的特点，一个是包装非常的好，同时也是就是非常的重啊，再一个也是这种细细的管身，还有就是这种细细的这个膏体，然后我就非常喜欢，非常容易描绘你这个唇形，勾勒唇形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饱和度也是够的，不是那种滋润，但是就是轻饱和的，它是滋润，同时又是高饱和度的，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这个 Sway 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冷色调的一支口红。接下来另外一支冷色调口红叫做 Pose，这是我化妆包里就是经常必备的，可以不照镜子就涂的。 Pose 是非常有 VB 气质的这么一支口红，它就是偏裸棕色的，同时也是裸棕色的颜色呀，用在我们这个暖黄皮上，一般就是给你 wash off 的感觉，但是它这里边那个红调够多，所以就给你不是那种显得脸色很苍白，同时又给你提升气色，不显老气的一支裸棕色，所以这个颜色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好，接下来说两支暖色的，暖色一般就不太会出错了，只要是不太显老。首先这支呢叫做 Fringe，这支呢是涂不好会显老，但是你涂好了又非常好看的一支，所以它有一点点 tricky。你看，就这种红棕色，这种砖红棕色，它的色调暖，非常暖，非常的棕。这支颜色呢，如果我厚涂的话，我觉得是会显老的，你显得我有一点点就是，太过于成熟，所以就把脸上所有的天真都一扫而光的那种颜色。所以这个颜色我喜欢薄涂，薄涂之后非常非常的好看。就薄涂之后呢，它那个橙色调就显出来了，你看。所以薄涂非常好看，橙色、棕色调全部凸显出来，而又不是很浓郁的那种颜色，所以就薄涂非常好看，厚涂呢就有一点点欠佳在我的脸上。那最后一支颜色呢，同时也是我嘴上的这支颜色，就是叫做 Pop。这支颜色呢，就是我忍不住要买一支大红色，但说实话是在这4支里面不是我最喜欢的。
首先呢，它是一个偏亮面的滋润型的嘛，所以说偏亮面。你看我在我嘴上也是，姑娘们知道，一到大红色这个区域，不管是什么色调的，偏橙、偏蓝、偏黑色调的大红色，我都不喜欢太亮的。好在这支呢，它没有特别的亮，不是那种就是那种 shiny 那种亮，但它还是偏亮面，所以我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这个颜色，哎，很好看，很正的国旗红，就是。不偏冷，也不偏暖，就是很有那么一咪咪蓝调在的，但同时又红调和就是橙色调足够多的这么一支正红色，所以也是不偏，不是特别偏暖的，但是有一些偏暖调的一支红色。好，这就是 VB 家所有的彩妆产品。另外说一个化妆包吧，这是它去年。大概是在黑五的时候出的，也是很有 VB 风格的，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手包了，不能算是化妆包，我出门就拿它。然后上面你看也是有这个暗纹印的，暗纹在的，非常好看，很低调，这是我首先很喜欢的，有 VB 的标志在，但是又很低调，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么一个。再一个，它的材质呢，拉链我很喜欢，是这种很顺滑的。塑料的又是质感很好的塑料的拉链，再一个它的这个材质呢是一种很软的，就是你去surfing 的那个穿的那个 wetsuit 就是那种材质的，就是厚厚的软软的，同时又很环保可以洗的，就是化妆包你脏了之后如果是皮的话也不太好清洗，尤其是里面，外面的话还可以用那个乳液啊什么这些清洗，是皮的话，但是这种因为它是那种 wetsuit 的材质，你去用拿水。那个水呢，就是打肥皂什么洗，如果脏了的话就足够了，而且很软，摸起来非常的舒服。所以我化妆包现在出门，手包、化妆包也好，都是带它。然后大家想看化妆包视频吗？如果想看化妆包视频，回头录。但是自从买了之后，就是出门都是它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满意。好，就是一个低调，但是又够劲儿、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化妆包，同时也是很有 VB 风格的一个化妆包。好，这就是它了。那 VB 所有的东西就给大家讲完了。如果，姑娘们有用 VB 的产品喜欢的呢，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另外，如果你用了它的护肤线的话，尤其是啊，这个精华呀，或者是 moisturizer、primer 之类的，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心得感受，好吗？好，那今天就给姑娘们讲到这里。希望我对Victoria Beckham Beauty 的热情也同时传给了大家。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留言、加关注。另外，别忘了去看一下我的 Instagram。我们下次见，拜。